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说起猫咪，想必大家都非常的喜欢，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撸猫了。猫咪时而高冷，时而撒娇卖萌，近年来可是收获了不少的粉丝。家里养的小猫咪，他们会经常黏着主人，让主人逗它玩，偶尔撒娇卖个萌，主人还会奖励他们小鱼干。不得不说，当一只猫咪真的是太幸福了。当猫咪和宝宝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是非常的好玩的。宝宝天真无邪，猫咪呆萌可爱，让猫咪和宝宝一起成长，不仅可以培养小宝宝的爱心，还可以培养小宝宝的责任心。而猫咪有了主人的照顾，则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。这天，主人让小猫咪哄宝宝睡觉，接下来小猫咪的行为，爸妈看了都傻眼了。原来小猫咪居然在给宝宝摇摇篮，不得不说，看着小宝宝卖力的样子，怎么着晚上也要给小猫咪加个餐呀。当宝宝遇到了小猫咪，可真是太有趣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亲爱的网友们，你们想养一只小猫咪吗？欢迎下方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